那因为我们节目有做定期定额，我们就想说来问一下，他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是不是好的？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搬出小明，说他打算投资 ETF，投资的四档标的是原大台湾五十、原大高股息、国泰永续高股息跟富邦台五十，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定期定额的标的，公器私用一下。 对，那他告诉我们，就是其实选择投资 ETF 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。他告诉我们应该要分散投资啊，长期持有，还有适时的去做一下调整。就例如说，如果发现市场已经出现明显的下跌，它可以进行相对应的调整。他还有提醒我们应该要注意费用，例如管理费啊、交易费等等的。我觉得他也没有跟我们讲说好不好，可是他有跟我们讲一些风险。我觉得他回答整体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就是比较像是讲干话了，因为我们。 说听众一样，我们都想要知道，AI 如果只投资一档 ETF，他会选什么呢？AI 毕竟这么聪明，他看了这么多资料，应该有知道哪一档对未来是比较好的吧？所以我们就接着追问他、啊，我们这样的投资有没有调整的空间？结果 AI 又继续讲他的干话，他把刚刚那四个分析又重新讲了一次，没有答案，等于没有选。所以我们又再换一个方法逼问他，我们就说小明决定只投资一档，那应该要选择哪一档？他还是不告诉我们答案。 所以，我们要试着换一个方法，再问对，再问他。如果只想要专注一档，投资哪一档比较好，或者是可以排除某一档。如果他真的不想选，我们排除一个，四个删掉一个。 至少就少了一个，还是有一个答案。那他就跟我们回答：如果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比较好的话，那他回答我们就是说，如果小明他是偏好稳健投资，你可以选择零零五零或是零零六二零八；那如果你是追求股息收益的话，你可以选择零零五六或零零八七八。至少他有帮我们分别归类，就是一个是稳健投资型，一个是股息收益型。所以我们最后。 最后一个问题，选择哪一档 ETF？小明退休的时候可以有比较多的钱。直接问到退休，那他就回答我们说，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，零零五零跟零零六二零八是比较稳健的选择。他终于说了。 也就是说，四档中他把高股息排除掉两个，那我们至少零零五零跟零零六二零八可以再做选择。但因为我们问这题的时候啊，这个机器人就有点卡住，它就很坏掉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继续追问下去。但至少啊，它已经告诉我们零零五零跟零零六二零八是比较稳健的选择。